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皈依三宝，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早晚课都要念三皈依。由此可知三皈依的重要性。三皈依到底什么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这三条是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如果与这三个原则不相应，你已经离开佛法了，你不是真正学佛。真正学佛了，念念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是觉悟的。念念觉而不迷，这叫皈依佛。那么佛还有一个实际的离体，那就是两足，两个足是满足圆满的意思，一个是智慧满足，一个是福德满足。觉而不迷，这两种圆满就显现了，智慧圆满呢，福德圆满。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佛的意思，怕佛，排斥佛，不要佛，那就是他不要智慧，他也不要福德，那排斥都不要了。不要佛智慧是愚痴，不要福德是贫贱。那愚痴贫贱每个人都不愿意听，他为什么要排斥？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要讲明白。那法是什么呢？大摩是法，这个佛陀、大摩、僧伽都是梵语，翻成中国就佛法僧。法利于众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法就是万缘放下，把你的欲望，无论是负面的是正面的，统统要放下。为什么叫你放下欲望？不是欲望里面的东西，没有欲望，这就是自信。自信里头没有欲望，有欲望啊，就是阿赖耶识了，妄心，不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欲望，成佛的欲望也没有，真成佛了。
啊，有成佛的这个欲望是假的，啊，他自信里头还有个成佛，这个佛就是染污，啊，所以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只要有一法就错了，就堕落了。第三个，你看，第二个皈依大魔是放下，啊，皈依僧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团结啊，僧邪是群众啊，是团体。佛说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这叫众，佛家叫一众啊，众众生，在所有团体里面，它是最好的团体。啊，他修六合敬，啊，见和同解，就是现在所说的共识，啊，大家的想法看法都一致，没有分歧的，啊，这个叫见和同解。第二个守规矩，戒和同修，大众在一起一定要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啊！所以中国过去的家庭是团体啊，他有几百人在一起生活，所以有家道，有家规啊。家道实在讲，就是佛法讲的三皈依，这是道。啊，大家有一个理念，为这个家奋斗，为这个家延续，啊，把家道发扬光大，荣宗耀祖，这是家道里头大家的一个共识，啊，共同的目标，家规就是《弟子规》，必须要遵守，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不遵守。啊，带头的就是老祖宗，啊，曾祖父、高祖父，他们带头，老也要守，不能说老了就不守了，啊，所以一家人都守规矩，啊，有家学，有家业，这个家经营的事业，啊，事业也是多项目的，啊。多才多姿啊，众众生团体当中是最殊胜的团体啊，最好的团体，给一般团体做榜样，这三皈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不是好样子，就不能够想，不能够说，不能够做啊！所以三皈是学佛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天天要念的，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么，请看经文。啊，大经括注一零四二一，我们从倒数第二行看起。是故经中独留此经曰：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那么这还是为我们说明净土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啊。佛在本经独留此经品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啊，若闻此经，你听到了
你看到了，你能够相信，你能够爱好，这个药是爱好，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你依这个经典修行，不会失掉，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所以你对这个经有怀疑，你有对其他的法门经教有爱好，是正常的。绝对是正常的。遇到这个经能产生爱好，那是真难。你能把其他东西也放弃，难中之难。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决定成佛。掺杂别的东西在此地，你不一定能往生。不往生的话，在六道里修行就得要无量劫。所以真正能够信要受持，这个人不是凡人，这是大善根大福德的人。我在这一生当中，你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是什么时候在专攻一切放下。85岁呀，你就晓得多难了。等于说85岁之前对这个经认识不清楚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决定转工，没话说的。这么殊胜，这样彻底，没找不到任何一部经能跟这个法门相比。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成就，没有第二部经有这个说法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经这种说法怀疑呀，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那么确实，你能够相信，你能够爱好受持，必定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无量无边，你这一生碰到，你才直截了当就去了。我们在前两个星期看到一个信息，好像是几年前的事情，一个小孩10岁念佛往生。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个小孩居然，他一点都不困难。他父母学佛，每一天读弥陀经。他7岁的时候，听到爸爸念弥陀经，他问他爸爸念什么？爸爸说阿弥陀经。什么是阿弥陀经？爸爸就简单把意思告诉他，西方有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说极乐世界怎么好怎么好，他听得好欢喜。他说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去看看。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谁能带我去？阿弥陀佛能带我去。那我怎么样找阿弥陀佛？爸爸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他从那里7岁开始念佛，10岁3年了。有一天告诉他爸爸，爸爸，明天阿弥陀佛要带我回老家了。请他爸爸邀集亲戚朋友来送他。没有生病。
时间到了就真走了，十岁。我们跟他比差太远了，我们要搞到85岁才相信，这个小朋友7岁就相信，听到就相信，就没有怀疑。啊，10岁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个资料我们有。啊，希望多印一些，我们带在身上。真不容易啊！啊，前缘取向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那什么呢？着相的果实。着相是什么？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放不下。啊，小孩能往生，他觉得极乐世界好，他可以放下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啊，爸爸妈妈都欢喜，也没有留他。啊，也没有做出那种亲情伤心的事情，没有这种表情。啊，真往生了，可见爸爸妈妈对净宗的信心。啊，小孩做出榜样。啊，坚固念佛人的道心呐。啊，万万不能着相。不能把世间法点滴丝毫放在心上，都是错了，彻底放下。啊，那用什么方法来处事呢？随缘。啊，随缘当中尽心尽力，不取欲想。啊，我们中国俗话说，我们但经人事，后面有个听天由命啊，这就很自在。在这个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艰难困苦，我们遇到了。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好处，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但是不知道的人多，知道的人少。希望知道的人像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服务的项目就是宣扬传统文化，宣扬佛法。至于成功失败，那是听天由命，不放在心上。啊，做成功了，我们不鞠躬。啊，这是上天的保佑，人民有福。啊，全世界的人民有福。做不成功，我们尽心尽力，功德圆满。我们的功德圆满，众生没福啊，那做不成功啊。所以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圆满功德，不必计较得失，一切祖宗在加持，三宝在加持。啊，所以我们要学经典上的教诲，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啊，无相智慧执中得本，是我刚才所说的方法。我们用这个方法，当生佛刹，永得解脱，
当生佛刹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自己发愿真正做弥陀弟子，不要做假的。真正弥陀弟子是什么样子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部经完全相应，那是真正弥陀弟子。实乃立相求生之功。你决定成就，或入三昧，或堕一尘，关键所在以昭然若揭矣。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样学习能入三昧？怎样学习他堕一尘？堕一尘多好。实际上堕一尘都不是其他法门能够跟他相比的。他只不过是晚500年，他是决定入三昧的。时间上耽误一点小事情。身心清净，远离分别。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无论是世法，无论是佛法，都不需要分别。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不放在心上，何况世间法？你的心才清净平等处。尽宗修行，真因真果就在经体上。真正的果实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福德，一切福德寿命是第一，没有寿命，所有的福德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庄严是美好，真善美慧，这是庄严。这果啊，因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觉就是皈依佛，就代表皈依三宝。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平等没有高下。清净没有染污，这叫净，清净心呢。清净心现清净土，叫净土。心净则土净。身心清净，远离分别，那就是平等心现前了。这是大菩萨，盖无相智慧，用无相智慧来看一切法，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一切皆如故离分别。这都是说的标准。身心清净的标准是什么？是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没有染，没有净，心真正清净。有染，六道凡夫心。有净，是四圣法界众生心。这又染净了。
善恶层次比这更低，因为善恶都是染啊，染上善，果报在三善道；染上不善，果报在三恶道。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六道轮回，出离六道轮回才是净。六道是染，六道之外四圣法界是净。你有染净，你脱离不了十法界。同样的道理，染净都放下，超越十法界了。啊，我常常劝勉大家，把一切放下，把阿弥陀佛请在心中，晚上做梦也念阿弥陀佛。啊，心里头没有别的，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存在，都不放在心上。修行到这个功夫，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为什么？你心里头真有佛了，真有阿弥陀佛，你决定到极乐世界。啊，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出现在你眼前。啊，接引你往生。下面说，再者，念佛人都是六根，尽念相继。啊，这个话，《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说的，都摄六根，身心清净。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啊，摄是什么？收摄眼不看外面的色，收回来；耳不听外面的音声，收回来；这我们做不到。这是什么人修行的方法？法身菩萨啊，原教初住以上，观世音菩萨就是用这个方法，他用耳根，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法身菩萨了。我们怎样呢？我们眼看，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不要放在心上，就清净了。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啊，我眼看耳听不入心。啊，不要放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是执着。我不分别不执着，我不用心。啊，不用啊！所以佛家讲的三心二意，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意识跟摩那。啊，不用这个，没有第七识就不染污；不用第六识呢，就不分别。啊，分别是第六。染污，染污就你喜欢他，你讨厌他，啊，动这个念头就染污了。啊，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学，尽量不分别，不执着，啊，看到、听到、想到，万法皆空，万法皆如，
提起这个来做关照。啊，一切法了不可得。啊，金刚经上也非常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动念头了。啊，动贪心了，动嗔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下来了。啊，就不会再发脾气了。紧要关头啊，要能觉悟啊！哎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贪嗔痴慢都服了，都下去了啊！这是好办法了啊！尽念相继，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相续，分别。学阿公阿婆啊，不管对什么人，不管对什么事，他都笑眯眯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声一声阿弥陀佛对着你，没有第二句话。这就是今年相继啊，他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当然没有染污。啊，因为分别比染污境界高，何以尽宗啊？以念力所破，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念，岂非分别？这净土宗是有这个说法的。啊，那这不是分别吗？叫我们念力所破。叫我们向往极乐啊，这不是分别是什么啊？我们看妙宗朝里面的解答。妙宗朝是观无量寿经注解，智者大师出的，他答得好。取舍要达到极处，与不取不舍有无异者。下面是黄念老给我们解释，他说要舍之若极，舍到极处就是万缘放下，六根极净，这舍得基础啊，去放下了。那取呢？取之若极，在六字后面，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异于不取不舍？所以说没两样啊。这个意思说得深呐、啊，取到终极。跟舍到终极都是到零点啊，现在科学讲的零极限，通通归到零极限，连痕迹都没有了啊，哪里还会有边际？莲池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有解答啊，前面是妙宗超的答啊，莲池大师的解答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即知理非事啊，知着理事上修行呢就疏忽了，既废于事，理也不远，不能够落实在事上，这个理不圆满。若达全事皆理，则取一皆理，舍一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
莲池大师就说得好啊，真正通达了，真正明白了，离跟思是一体的两面啊，取是离，舍也是离。取舍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都很深。下面讲无非法界。啊，法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解释。啊，法界呢也叫法性，也叫实相，实际上也叫自性，名字太多了，几十种。啊，法界之意有多种，它下面是以二义来解释。第一个从思上讲，第二个呢从理上讲。就思上讲，这叫四法界。啊，法就是诸法，我们现在科学家称之为现象。啊，佛法称它为法界。现象又分三大类：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啊，也叫信息，自然现象。啊，那么这三种现象在佛法里通通都包括在这个四法界里头。啊，它都是属于四。界呢是分界。啊，像刚才讲的这三个差别。啊，物质、念头、意念、自然现象，它就分为三界了。诸法各有自体，而分界不同，所以称之作法界。然则法界者，法之业业名为法界，总改万有就叫一法界。一法界就是四法界。啊，一法界呢，是讲整个宇宙，啊，我们今天讲全宇宙。全宇宙森罗万象是一法界。第二呢，是就理上说的，由理而言，指真如的理性，称它做法界。或者呢，叫它做真如，叫它做法性，叫它做实相，叫它做实际，名称至少有五六十个，其体也也。体是自性，啊，在佛法大乘里面，一般对有情众生。动物，在动物上面说呢，叫佛性。啊，在植物、矿物其他方面称为法性。这两个名词不一样，实际上呢，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不是两个性，所以它是一体的。这些名词通通都显示体是一个，啊，那么界是因义，义之而生诸神道，啊，佛为我们示现讲经教学，这就是以法性而生诸神道。
所以叫法界。这个界是因啊，那么是生住生道了，这是苦。又戒者呢，戒就是信的意思，诸法所依的信，诸法同一性，所以叫一法界，这叫理法界，同一个性。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细心去体会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啊，中国古人的时候把它分为五大类，啊，这分成五就各有各的界限，啊，父子有亲，这伦理上第一伦，夫妇有别，啊，古时候男女结成了夫妻，组成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这两个人有不同的任务，叫有别。啊，家庭生活叫物质生活，是丈夫负责人。啊，他出去方便。最早的时候是打猎，靠打猎为生的。以后懂得种植，啊，从畜牧啊改变为农耕。啊，畜牧是哪里有水草到哪里去。啊，现在内外蒙古。新疆还有游牧民族，啊，他们的财富是牛羊、骆驼，他们养的，啊，一定要找有水草的地方养这些牲畜，哪里有水草就到哪里去。啊，到神农才发明了农耕，啊，人定下来了，啊，不再过游牧生活了，啊，所以盖茅棚。啊，盖居住的房舍，啊，定居了。啊，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无伦是关系，这个很重要啊！啊，男子出去谋生。耕种也是谋生，畜牧也是谋生。啊，女主内。啊，女子主内。内里面最大的就叫相夫教子。啊，帮助先生。最重要的他要教小孩。啊，生下了小孩的时候母亲要教他。母亲是小孩第一任的老师，从什么时候教？怀孕时候就教，胎教。啊，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啊，对小孩，要把他看管好。他不懂事，但是他学习的能力非常强。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时候，所有一切不善的、负面的，不能让他接触到，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啊，不能让他接触到，让他保持天真，的天真烂漫。保持他的清净心，啊，要看多少天呢？
古人是一千天，就是三年，从出生到三岁，让他没有染污，没有分别。保持他的真心，保持他的本性。啊，这个三年保持，他有定力，他有智慧，他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好的，他会亲近；不好的，他会远离。小孩有这个能力啊，这就是圣贤的种子啊。人人都是圣贤的，人人都是佛菩萨了，就看怎么教法了。人是教得好的啊，母亲负责教育啊，夫妇两个分量哪个重？男的轻，女的重。啊，所以在上古的社会是母系社会，母亲做主啊，当家了。啊，这些历史我们都应该熟悉，我们都想想啊，古老的社会它是由那个时代环境所造成，它有它必然的道理啊。那么这些优点的时候，我们还应当要把它继承下来啊，不能像现在争取男女平等啊，啊，男女平等，男女个人有个人的职业，不错，行，你的下代完了啊，你的下一代的儿女，这个三岁的扎根教育，谁能像母亲那样的关心？不可能啊！啊，交给祖父母来照顾，祖父母不像父母那么贴心。这个责任是别人不能够取代的，一定是母亲教啊，父亲来教的时候都要打对折了啊，何况现在父亲两个都工作，叫什么叫佣人啊，雇外国佣人他来教，把孩子全教坏。等到小孩六七岁叛逆了，他头痛啊，谁造成的？自己疏忽的啊。小孩叛逆了，上学的时候也不守规矩了，老师教不了，你说怎么办？这一疏忽，下一辈子就完了啊。这是什么呢？男女平等。啊，要立尊平等，立尊平等，统统服务于社会，不知道教养下一代，这是最重要的服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为什么？底下一代世世代代有人才出来啊，这个母亲所积的功德可太大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中国这两个是重要的五伦当中最重要的二伦啊，往下君臣有义啊，领导跟被领导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道理懂得了，整个社会
安定和谐。啊，人人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你这个社会多美好啊！这是中国人理想当中的大同之治啊！大同之治在中国是出现过，尧舜的时代，啊，有选贤与能，为什么变出家天下？啊，中国第一个家天下是夏禹，禹王，禹王死了，他的儿子启真正贤惠。那玄他好啊，别人不能跟他比啊，那去选他了，是这么起来的啊。启也是大家推崇啊，大家信任爱戴，啊，所以这个用现在话顺理成章啊，真正好人啊，啊，可见是禹王的夫人教的好啊，啊，把儿子教的那么好啊，继承王位也是圣王啊，啊，那么我相信。这一个启示令帝王的后妃啊，他的皇后，他的妃子都知道教育底下一代怎样把小王子教好，那是他们的天父的职责啊，他要把他做好。啊，所以到一切取舍无非法界，法界就是自性啊，自性就是圆满，如是妙谛。谛是真理，谛是真实啊，实实在在，不是勤俭所能及啊，勤俭带着分别执着啊，他达不到这个境界。求生净察者，智性醒要愿生彼国啊，智性。真诚到基础啊，真正相信，真正喜欢，不是勤俭，是智慧啊，性亦智慧，要也是因亦智慧，愿生还是亦智慧，如是求生，求生是乃举我借而一念行运啊，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当中的一念一念行运，投入弥陀无边愿海啊，弥陀四十八愿，从真心发的，真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
它没有边际。啊，我们用真心，真心就是没有边际。阿弥陀佛发这个大誓愿，我们这一念真心接受弥陀的大誓愿，把弥陀的大愿变成自己的大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啊，心同愿同德同行同，哪有不生的道理，决定得生啊！啊，是故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啊，这是第十八愿所说的去佛菩提，因众激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觉而不迷啊，怎么不迷呢？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是生灭法，是相似相续的法，不是真的，不可得。如果你能常作如是观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念头马上就起来，你就全放下了。我们的身体能得到吗？必须要晓得，一秒钟比一秒钟老化。哎，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是两个想，不是一个。啊，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头，过去的痕迹都没有。啊，一秒一秒过去，哎，一秒一秒相续。啊，相续跟过去不是一个相，里头有差别。啊，如果我们拿最后一念来说，啊，人在垂死的时候，气还没断，气断了最后的一念，前后是两个世界了，不是一个世界。于是我们想到印光大师每一天看那个四字，那是什么意思？万缘放下，毫无留念啊！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不是去享乐，是去修行正果啊，在那个世界修行决定成就啊，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阿弥陀佛说话说法没有起心动念，当然不会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没有吗？哪来的分别之处？全是自信圆满的流露啊，他的流露纯正无妄，跟我们的真心相应，跟我们的妄心不相应，实际上到极乐世界妄心就没有了，完全转八十成四支啊，极乐世界没有用妄心的人，一真一切真，
所以这是无比殊胜修学的道场啊！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的，一切诸佛都劝我们的，我们能接受这大善根大福报啊，不能接受这是迷惑，不是别的啊，还有严重的迷惑，你还不能相信，还不能接受啊。那么我的经验奉劝给诸位，只要对大乘经教一天都不放松，你一直努力学下去，一遍一遍熏修啊，有五六十年的时候相信了啊，我26岁接触到佛法啊，到85岁完全相信，再没有丝毫怀疑了啊。所以读这个经，读这个注解，无量的欢喜啊，天天读，遍遍有新意思，遍遍都有悟处啊。我们分享一次比一次清楚，一次比一次深入啊。诸位要细心听，细心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味无穷啊！啊，这一部经也是通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随便展开都是其味无穷。啊，用一部经是禅定，不散乱的。啊，看许多东西心就乱了，心就杂了，不如看一种，哪一种好，样样都好，没有分别啊。喜欢看哪一种就看哪一种，不要改变啊，改变就吃亏了。为什么呢？你心乱了。啊，这因中发菩提心，果上呢，彼不佛位，究竟菩提。啊，在极乐世界的果是等觉菩萨。啊，不处菩萨，那个地方跟你有缘，那尊佛在那里灭度了。你到了，你去示现作佛啊，教化众生。以上六句即是精进之宗啊，是本经的宗旨啊。最重要的开始啊，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这八个字是净宗的修行最高的原则，宗旨就是原则啊。菩提心是真实智慧觉悟的心啊，一向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故当生
佛刹永得解脱。或近见佛第四十一品，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问答往生述记啊，述记一卷菩萨往生第四十二，本经一共分为四十八品，这第四十二，念老有一个题解啊，品题的简单介绍。前知三辈于边地遗尘，戒论凡夫往生啊，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般讲程度最低的，不是高级的啊。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光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迷显净土妙法，凡身其寿啊，立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这是这一篇里面的总旨啊，详细跟我们说明十方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啊，用这种，这是事实，以这个事实真相来显示净土的妙法啊，净土的玄妙啊。极乐世界确实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真叫普度啊，一个都不漏啊。只要你能信能愿，一向转念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这地方能不去吗？我们看下面经文，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指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地区，即诸佛刹以及其他诸佛教区啊，每一尊佛都有一个教化的区域啊，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乎啊。这个这一篇的开端，弥勒大师叩问：此土他方不退菩萨，不退菩萨就是阿毗跋致。啊，当生就是现在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人？下面十
佛的大福，别答此界他方。先说此界，大行七百余亿，我们地球上人才七十亿，他是七百余亿。弥勒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一层供养无量啊，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德本当生彼国。法身菩萨，阿惟越支是法身菩萨。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是常常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身份，这是法身菩萨啊，这个等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他们不需要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他们到那边自自然然就是阿惟越支。七百二十一啊，那么再看小行菩萨，住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也。阿惟越支以下，用《华严经》的行为来说，就是三行以下的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算别教啊。初地呀、啊，等于原教的初住，是法身菩萨。三行以下的都算是小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没有办法计算了。无量寿经抄里都说，小行等者实行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位啊，三种不退，他们真的位不退，这叫小行啊。往上去有行不退，再往上呢念不退，念不退就是阿惟越支，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实行呢称为小行，以深沉不定啊，他们有退转，但是退转有底线啊，底线实现菩萨的初心，他绝对不会退到初心之下啊，所以他是圣人。这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啊，有这么多往生的。下面呢是他方，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
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讲，不单是娑婆世界这一些菩萨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往生的人都是真心真愿，一心专念的这些菩萨，他们都往生了。他方佛土，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诸佛，每一个佛刹里头往生的人数都非常之多。这个地方略举他方十业场，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通通讲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法身菩萨。东方呢，有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别国。从无量音佛刹，这第三个；光明佛刹，第四个；龙天佛刹，第五个；胜利佛刹，第六个；狮子佛刹，第七个；立成佛刹，第八；得受佛刹，第九；人王佛刹，第十；花床佛法，第十一。举出十一个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念老的注解是：以上说明他方十业佛刹之名，即往生菩萨之数。那么此下附表第十二、第十三，这就是底下一科所说的。慧疏曰：十三次序，为出世先后，为有方所，其义为名。这个十三个佛刹顺序是成佛先后顺序呢，还是方位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还是以这个顺序，经没有讲清楚。经中举本土即他方十三刹，此十三刹经为无量刹土当中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随手念来的，没有去选择，随便说，说明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不宣扬净土，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都是劝导大家往生，快速成佛。这是诸佛的慈悲也，真是慈悲也。问题呢，是听众
听到的人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一听他马上就相信。啊，我们对于这个十岁小孩念佛三年往生，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跟他相比差太远了。小孩七岁为什么听了就相信？就真干。啊，我们要搞几十年。搞到四五十年这才相信。啊，搞到六十年才肯放下。跟小孩比真的差太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这一段说的详细一点。光明第十二章，这都是举例子。七第十二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那这个佛的发愿殊胜啊，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在实践上说的，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了，皆当往生。这个数字是无数诸菩萨众，这些菩萨众都会往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莲老会起这一段经文是唯一本康僧开的本子啊，他说若参真唐译，我们是参考唐译本，在此处第一句其第十二佛应值第十二佛刹，因为前面都有佛刹，这个地方其第十二佛啊，没有说佛刹。啊，例如位移其第二佛明月宝藏，这个地方是东北方宝藏佛刹啊，唐仪呢则为宝藏佛国，至于第十二佛土显往生菩萨之德，也是举个例子啊，坚固之法。直不退转，圆正三不退，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啊，对他们来称呢，坚固之法，不退转法。至于不退菩萨，也往生极乐。
其意为何？这我没有问题。啊，我当初学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是平等的。啊，怎么平等？破无明以后证得的。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证得十宝土。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平等的。那他没有分别执着了。既然是平等，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个问题啊！啊，如果说是三贤菩萨往生、十地菩萨往生，我们都不怀疑。啊，正德真是究竟果位了，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平等法界，没有丝毫差别，为什么这些人要到极乐世界去？啊，总有这个疑问呢，不能解答。那么这个地方举的大论，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当中啊有个问答，问曰：菩萨法应度众生，何以但至清净无量寿佛世界中？这个也问得好啊，真正证得菩萨果位，也就是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他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众生有感他就立刻他就能够现身说法，帮助众生化解灾难啊，应该像观音菩萨一样，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答：菩萨有两种，有慈悲心多为众生，第二呢，多积诸佛功德。喜欢这个药就是喜欢，喜欢多积诸佛功德者，至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他到这去了。啊，好多为众生者，至无佛法处法众处。这个也说得好。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一真法界里的这个法身大士有习气，哎，他还有喜欢度众生的习气，有喜欢呢，证得自己究竟圆满，有这个念头，我证得究竟圆满再度众生。有人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有能力度众生，他就去了。这些习啊，所以我们所想的没想错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怎么来的啊，像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出来的，就是执着啊，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自身法界从哪来的？这叫设法界。啊，设法界、自身法从哪来的？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变出来的。你只要一起心一动念，设法界就有。啊，有分别，有执着，六道轮回。那么一真法就从哪来？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我学教想很久啊，最后讲经是讲到，哎，见思烦恼阿罗汉断了，习气没断，断习气。那就是辟支佛啊，菩萨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尘沙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必须在设法界成佛，成佛断尘沙习气啊，尘沙习气没有了就成佛了啊。那么成佛他修的就是断最后的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他真正能做到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断了，一真法界现前，一真法界怎么现前？无始无明习气。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个阶级怎么分的？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等级？习气厚薄不一样啊。如果无始无明习气真正断尽了，一真法界没有了。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一真法界例外，所以一真法界也是虚妄。他这个虚妄跟设法界的虚妄不一样，设法界的虚妄是生灭法，有生有灭，他的虚妄是不是没有生灭相，只有这个境界出现到这个境界消失，只有这两次，当中没有变化，这个不相同啊！你看，起心动念没有了，这个境界现前；到习气断尽了，它就没有了啊！决定不是生灭法，而且时间很长，三个阿僧大劫期间，自自然然。就消失了啊。那么菩萨到哪里去了？菩萨成佛了，证得圆满法身，融入常寂光了啊。最后的圆满是融常寂光啊，跟一切究竟圆满的诸佛如来同一个光啊。好像我们房间这么多灯光，每一个灯光打开光光互融，我们自己跟一切诸佛融成一片啊，什么现象都没有了，一个念头也没有了啊，不会起心动念，但是它有作用，众生有求于他有缘的，他就会相应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有缘的众生无论是善缘恶缘啊，是亲属的缘还是冤亲债主的缘，总而言之只要是有缘，有缘就有关系啊。他遇到苦难起心动念在哀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会化身去应他。
化身从什么地方化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因为他没有地识身体，他是光明，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一切诸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光明，所以佛的化身在哪里？就在当下，不来不去。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境界里头，时间空间全没有了。啊，要证得，特别是凡夫，要证得如来究竟圆满的境界，经中是最快速的。啊，真正是无障碍的通道。我们遇到大限呐、无真的是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被我们遇到了，遇到要不认识，错过了，那叫真可惜。啊，遇到一定要把它抓紧，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又论诸云，未证净心菩萨者，初地以上，七地以还菩萨也。这个净心呢，就高了，不是普通的净心。啊，没有证得净心的菩萨。啊，指什么人呢？初地以上，七地以下。啊，指这些人呢？啊，这些人通通都是化身大士。为什么说他未真净心？我们看这个菩萨，此菩萨也能现身，若白若浅，若弯若移，若百千万亿，无佛国者，是作佛事。这些大菩萨，在没有佛出现的地区，要是跟他有缘，他能够实现佛身，啊，教化了那些众生，是要须作心如三昧难能。啊，就是他要入定，他才能做到。非不作心，以作心故呢，名为未得净心。那这个得真正得净心，八地以上，八地以上，其实跟妙觉的果位非常相似，它起的作用就是化身菩萨的大用。但是他因为习气没断干净，他入不了常寂光，啊，不能融常寂光里头，就这一点，啊，这我们在前面都学过，啊，其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诸佛如来法身没有两样。啊，他还要修。啊，他到十方实现教化众生就是修行。啊，修什么呢？修不起心不动念。把不起心不动念，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
要把它修掉。啊，还有一点习气，这个习气就是人物，就是不清净。那么此菩萨愿生安乐净土，即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时，与上帝诸菩萨毕竟生等法等。这个地方说得好了，他们为什么要往生？啊，不见不往生极乐世界，不见阿弥陀佛，他们的身，他们的法不能跟佛相等。在底下说，龙树菩萨、婆娑盘头菩萨，愿生彼者，当为此耳。这举例子啊，这些菩萨，都是等地菩萨，但是没有到八地。啊，下面又说，菩萨了于七地中得大寂灭。上不见诸佛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于是佛道正于实际。啊，这是说七地，七地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出现，啊，就是他的定功。我们知道，七地菩萨得大寂定啊，寂灭了，是见到了，没有真的。大乘教里都告诉我们，他证得的是无生法忍。七地是下品，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七八九啊，十地真的是寂灭人，大寂灭啊！十地菩萨下品，等觉中品，妙觉上品啊！经上有这个说法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确实往上不见诸佛可求，为什么？他已经远离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到极处啊！不见佛道可求，不见众生可度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下一切放下。正于实际，实际就是发生啊，也就是想回到常寂光啊。在这个时候若不得十方
诸佛神力加劝，即便灭度，与二乘无异。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放下了。为什么？看不到诸佛，也看不到众生。这个愿就会舍掉。这个时候，诸佛要帮助他，不能叫他退转。不可以没有本愿。所以菩萨要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没有这个问题。阿弥陀佛照顾他，这是最后一个关口。但是肯定有诸佛菩萨来帮助，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如果没有佛帮助的话，那《金刚经》上就讲不通了。《金刚经》上佛祝福，大菩萨要照顾小菩萨，小菩萨遭遇困难，大菩萨立刻就要帮助他。帮助他解决，帮助他提升。从这些地方也显示，这一些地位，高的高级的法身菩萨，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能舍弃净土吗？搞其他的法门吗？法门无量是愿学，我讲经不少年了，常常劝大家，四弘誓愿，我们要发。但是落实呢，前面两愿现在落实，后面两愿到极乐世界再落实。为什么？这个地方落实不了。前面两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一定要帮助苦难众生，不能不顾。帮助苦难众生，我们随缘不攀缘，遇到了就要做，遇不到别去找。去找我们就着相。自自然然遇到，那当然要尽心尽力。这是第一愿，要做要发的。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要看，持戒念佛，真能持戒念佛，就能断烦恼。持戒一定要想到根本戒。为什么现在的戒不能持？都是没有在根本上下功夫。所以他自己把握不住。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敬业三福第一福。敬业三福也是净宗修学最高指导纲领。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孝养父母最重要的，养父母之志，父母对我是什么期望？
我能不能做到符合他的愿望。啊，父母希望我们一生做个好人，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有这个愿望。我们存的是不善的心，造的是不善的业，大不孝啊！啊，父母要去要我们，就从小教我们尊师重道。那我们没有听从老师的教诲，这也是大不孝啊！如何落实，我把它具体化了，落实在弟子规，把弟子规上113桩事情统统做到了。这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培养大慈大悲啊，落实在太上感应篇，讲因果啊，因果要讲透啊，要搞明白了，我们就决定不会多三恶道啊，后面修十善业道，我把它称作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释道从哪里做起？从三个根上做起，没有这三个根全是假的。为什么多少人修行几十年还会退转，还会改变啊？经不起外面环境的诱惑，原因是什么？这三个根没扎稳啊！古人这个根是从出生到3岁扎的，那个扎得稳。古人有个谚语说：“3岁看80。”3岁的根扎稳，80岁不会变。这母亲的功德。啊，永远不会变的。啊，所以这三个根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戒律的戒律，根本的根本。啊，得真干，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真干，极乐世界去不了。我们必须得记住啊，这底下啊，这今天时间到了，这底下这一句我们念一念。其第13佛名曰无畏，必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啊。从这些地方，这是世尊举例出来说的，举了13个例子，说明往生极乐世界的状况，来勉励我们啊。我们看了之后自己想想，肯不肯干，要不要放下万缘
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就是维也大师所说的真信真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真心真愿后头的真感，真感就是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一段文是总结十方，往生无尽呐。啊，念老说的非常详细。啊，也举出实际上的例子，啊，智者大师的往生，法照法师的往生，啊，这都是前面的注释，啊，我们今天学到此地。